交火灾。渐强渐快，在我们嗓子条件身体非常好的状态下，有很好的状态下，我们可以拉腔。我们散板呢是没有板中的有板，摇板呢是有板中的没板，所以很难掌握。我问有情罪人的错犯然该。大家好，下面我们接着上次我们学到了那个黑旋风李逵的第二段原版的头两句，那么我们下面接下来把我们后面的两句原版还有散版我们把它教完，好不好？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写的是梁山英明没有败坏，写的是铲除我把大舅我姑王林的父儿女小伙子。它是这么一个，这个腔呢，后面收尾的这个转腔呢，是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戏里边戏曲过来的，它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腔呢非常的关键，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强弱处理。西地也是贪吃我把大舅我姑王林的父儿女小伙子，它是渐慢的。往上再推，特别快了，推到高潮。对，我们来一下，好吧？喜者喜，梁山英明为败坏；喜者何喜，禅之我把大舅无辜，王林的父母女孝我在。这个腔当中呢，现在唱的呢，有点平，有点平。小朋友，还用我刚才上一节课说的方法，带着感情，啊，带着人物的内心的活动感情，你把这个腔唱一遍，好不好？精神饱满啊。西地是梁山英明为败坏，西地也是铲除我把大舅姑。王林父母女孝我在。好，好，打救无辜的处理方法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打救我，打救我无辜，打救我无辜，
王林的驸马女萧何在，是一样的啊。萧何在就是我们过桥，又是过桥的方法啊。我们所有的唱腔就记住我们唱腔球派的这个精华，就是不能过去，这个桥不能走到底，走到底就回不来了，走到一半再回来。王林的驸马女萧何，你看王林的驸马女萧何在，萧何在，哎，回来了。这是排山倒海，好吧，再来。西林是两山英明为败坏，西林是弹指我把大酒沽，王林驸马女萧何在。好，你前面现在这两个腔处理的，哎，好多了啊，好多了。那么后边这个行腔，这个转腔，要注意。萧何在，看见了吧？萧何在，渐强渐快。不断的快，哎，一点一点往上催。萧何在。哎，好好好，很聪明，他的领悟能力非常强。好，宁波。后悔呀，无痴迈，纵然是黑头落地，我也活该。西地是梁山英明为徘徊，西地也是大铲吃我把大酒无辜，王林妇女萧何在。明博呢，有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在转腔当中要藕断丝连，要不留很大的痕迹，不能把这个腔唱死，唱浊，包括刚才王林的驸马女萧，就这个音儿，实质上下面这口气喘完之后是为了你行腔转腔服务的。王林的驸马女萧何在，你看这大口气，何在是根，何在该西地是梁山英明为败坏，西地是大酒铲吃我把大酒无辜，王林驸马女萧何在。这边比刚才好了一大块啊，但是你在后边拖腔的时候，王林的驸马女萧何在，一定要拎起来。王林低腔高唱，这是球派特色。低腔高唱，王林的驸马女萧何在，这拎起来。啊，你看他低吗？这腔他是拎着唱。所以他何在到后面这。你全是用这儿，就很辛苦，就很累。再来。后悔药无痴迈，纵然是黑头落地，我也活该。西地是梁山英明为败坏，西地是铲除我把大酒无辜，王林驸马女萧何在。
这边好多了啊，好多了啊。哪里上？哪里开始上？后悔药。后悔药五十脉，纵然是海斗落地无影火盖。西者西，梁山英名外拜外。西者何西，禅之魔法大救我。好，我。首先说词，你要把它弄准。后悔药无处买，纵然是黑头落地。你唱一遍。后悔药无处买，无处无处买。后悔药无处买，纵然是黑头。你看，总总，纵然是总总，念总总，对，纵然是黑。对对对，再巩固一遍。再来，纵然是好，这是这个字是准的，你现在就缺乏练习。纵然是对，就是准的，哎，你缺乏练习啊。我希望像这些个字，你回去之后要多练习。好，好吧，咱们在这儿就不多扣这个啊，咱们你们三个人再来一遍，好吧？纵，来起，后悔药无处买，纵然是黑头落地无影。梁山英名为败坏，西者何西，禅之我把大救我无王里的佛和你笑和尚我们后边这个呢，这个转板的腔呢，我希望呢就是能唱到什么呢，排山倒海，整个一段最大的一个腔，收尾的腔，就是这个腔。哎，也就是说，你想把它能唱到很大的气势，这个气势呢是，李逵在决定请罪、认错的前提下，我犯多大错，就是杀了头，我也是错了，我认了。哎，他是一个非常粗犷的，哎，好汉，就是敢做敢当，哎，一定要把这种气氛和心情要唱出来。咱们再来一下后边的行腔，好吧？纵然是，一二，纵然是黑头落地啊！一二三，纵然是黑头落地，我也。西者西，梁山英名为败坏。西者何西，唐之罗巴大救无辜。王林的佛和你笑我惨。比刚才前几遍好多了啊，就是控制我们，尤其到快唱完的时候，要控制我们的音色、音质、音的这个强度，一个是越唱越强，越唱越强，越唱越强，不能让人感觉唱不下去了，声嘶力竭了，不要这种感觉。王林的风儿女笑火灾，他说要往下走了，对，冲击力。要爆发力和冲击力，啊，那好，我们把后边的两个两句的这个散板，好吧，小朋友再把词给我念一遍。我唯有请罪认错，幡然改，生死二字天安排。对，顾名思义啊，字就是说明了。这个此时此刻人物的要说的话和心情，啊，我唯有请罪认错，幡然改。你他这个词义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咱把这个唱一下，好吧？我唯有请罪认错，幡然改。啊，我唯有请罪。
这个唱的呢，唱的就是一个气势。我们有请罪人的错，犯然该打你儿东郎，生死儿子啊，你儿东儿你儿东郎郎郎，天安的牌，哎，就把它放在这儿。我们处理的这个腔呢，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我们在我们嗓子条件。身体非常好的状态下，有很好的状态下，我们可以拉腔，可以拖腔，啊，如果说我们的嗓子不是很舒服，那我们就可以用短一点的腔来处理，哎，这叫战略的这个考量啊，战略考量，对。那我们把后边这两句散板，大家来一下，啊，我为友啊，好，我为友。千罪人的错，犯难难，生是儿子啊，千难的牌。我们的散板呢，这两句唱的还不错，啊，那个前面因为比较难，这段比较难唱，其实呢，在我们京剧当中呢，散板、摇板。是最不好唱，哎，我们散板呢是没有板中的有板，摇板呢是有板中的没板，所以很难掌握，这都需要自己去叠，去找。好，下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把我们这个原版的后两句还有散板，给我们大家伴奏一下。七日七，两山英明为败坏，七日七。看知我把大姐同我姑，往日的风花雨笑我在。咱们这儿呢有一个电，有一句念，要给我们乐队一个交代。哎，最后的一种下决心要悔过，哎，要去请罪，那么就是。叫锣鼓经，啊，咱们就是，哎，我有千罪人的错，犯难难，生是儿子啊，这两句虽然是散板，但是很关键。他唱的此时此刻，李逵自己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犯出的错误负责，要承担。那么就是一个下的决心。那么，我为也不要拖泥带水，我为有请罪人的错，犯然待儿郎，生死儿子啊，爹儿东根儿，爹儿东。天哪！难哪！拍！哎，他一定要有这种非常豪放的性格，知错有错必改。哎，所以要把这个心情要把它唱出来。好，把这散板这两句再来一下。有两种唱法，啊，我在唱的时候呢，也是分两种唱法。人吃五谷杂粮，没有天天身体这么好，嗓子这么好，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有两个版本，也就是说，必须要办事，现在要有预案，
哎，我们有一个备用的预案，那也就是说，我们嗓子痛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天哪，俺的派，我们可以这么唱。那么嗓子不痛快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天，对，但是不能失去我们的这种撞击力和这种性格感。哎，天哪，天俺的派，哎，我们就可以放在那儿，也是一样的，起到的一样的效果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它，啊，天俺的派都可以啊。那么根据个人的，一个是条件，一个是当时演出嗓子的具体情况。现在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把我们所学的导板、回笼、原板、散板整体来一遍。站起两山英明为败坏，岂能知贪之
喜欢戏的这些个爱好者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跟我学这个栏目，我们很多的名家老师都在我们这个跟我学当中受过课，讲过课。那么我们应该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想学的想要唱的、想要演的这些个经典的唱段和唱腔，我们融到自己的这个血液当中，平时就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思索。你像我吧，他们这个给我起的外号叫戏癌，就是我到一个地方演出，我们也许坐飞机，也许坐火车，也许坐汽车，那么我这一路之上，其实我是真是不是这个想要去怎么样，我是不知不觉当中唱，我哼唱了一道一路，哪怕是10个小时，哪怕是5个小时，哪怕是1个小时，我在车上就不自然的就会把我的唱整个的过一遍。那包括每一出戏，大唐二我可以从这个旦角一直唱到花脸，唱到老生，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不放过，这么唱。所以说要想唱戏啊，唱好戏啊，把戏唱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是专业的还是我们爱好者我们的票界的朋友，都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功力。你看唱通俗歌曲，我们可以在卡拉 OK 是吧，去几次，可能这段流行歌曲就能够哼唱了，或者是跟唱，再有点底子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唱了。那京剧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你很难把它唱下来或者唱好。所以这希望我们不断的去努力，去既然爱，我们也要把它爱到心里去，是不是？我们专业演员就更是义不容辞，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多学，多演，多练。京剧没有捷径。在这里呢，我们这几堂课是吧，学了2出戏，我希望大家呢回去能够通过我们央视的这个戏曲频道的手机软件能够一起多学多练多唱。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也希望你们呢下来的时候呢关注一下我们央视戏曲频道的手机软件唱戏吧，那里呢有我的原声唱段，也有伴奏带，那么便于你们呢复习和学习，好吧？好，谢谢大家。